대나무 지나다 시켰대요.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播报两条中国科技还有中国军事的好消息。第一条是关于 CNMD， 这不是骂人的话啊，这是中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简称 CNMD。 中国国防部周四深夜主动宣布表示，2月4号那天，中国在境内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试验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这一试验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国家。有意思的是，当天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的国务院发表了外交政策讲话，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进行陆基中段反导拦截试验的国家。到目前为止，这点确实俄罗斯也赶不上。中国国防部的网站发布了这条消息，只有短短的几十个字，可是呢，是一条重磅消息，称中国当天成功地进行了这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消息一出来，引发了外界高度的关注。虽然中方说此次试验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的国家，但任何人都清楚，这句话只说了半句。一切尽在不言中，给人留下无限想象空间。既然以前只有美国做了这项试验，而且美国的成功率其实并不高，刚刚过了 50% 而已，离适用性还差非常远。此前中国一共进行了三次中段反导拦截试验，而且全部成功，分别是2010年、2013年还有2018年。另外在2014年那年，在中国境内也进行了一次陆基反导技术试验，也达到了试验目标。但是与其他几次不同的是，这次官方没有提及是在哪个阶段进行了拦截。可以这么说，目前为止中国一共进行了五次反导拦截试验，据目前官方披露的消息全部成功。至于是否有试验失败的，因为没有公布于众，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但到目前为止，只有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进行了此项试验，而美国的成功率超低，就可以知道这项技术的门槛是相当高的。反导拦截技术按发射地分为陆基、海基和天基，分别指反导系统在陆地、海上、天空发射。什么是陆基中段反导？进行反导拦截的难度有多大？让我们来看一段专业人士的分析吧。我觉得中国发展陆基中段反导技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是一个技术储备，它本身是一个战略性的投资。现在大家都在强调攻防兼备啊，我们核力量的发展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有限的核力量规模之下，我们发展适度的防御能力，因为我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那我们必须要保证自己的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它更多的是基于一种防御的考虑。军事专家曹卫东也表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难点非常大。这个导弹呢，在飞行的过程中啊，它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就是上升段啊，就是火箭要打出大气层，那么这个叫助推段。那么中段呢，就是由于它飞出了大气层以后呢，大气层以外就空气非常稀薄，这个时候导弹的飞行速度是非常快的啊，所以这段呢叫中段。如果它打的目标，因为在地球上嘛，它还要重返大气层啊，这个叫末段。
所以中段拦截呢，主要是指的它在大气层以外飞行这段。那这段的速度呢，由于非常快，而你的拦截弹呢，要进行这种动能的撞击，就是你发射的这个拦截弹要和对方发射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的弹头呢，要对撞在一起，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而且呢，我们说这种就是拦截的方式呢，它首先要识别，就是你要有雷达来识别啊，就是发射的这个来袭的弹头，还要判断啊这个它的轨迹、它的速度啊，也就是助源，然后呢还要对它进行跟踪，然后再发射这个拦截弹，对它进行这种动能的撞击，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机中段反导技术主要是指在大气层外，就是在外太空，洲际弹道导弹的飞行中段对导弹进行拦截，应该说是导弹防御技术当中最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部分。专家表示，发展这种反导技术的国家都是军事强国、军事大国，不仅仅因为它需要的技术更复杂，也因为只有军事大国、军事强国可能会面临着洲际弹道导弹的威胁。所以目前在世界上真正进行技术验证、进行试验、进行实战部署的国家只有美国和中国。如今中国具有反导拦截能力，套用专家的话，反导是战略防御的尖端，是大国博弈的重要筹码，有没有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可以起到威慑吓阻敌方的目的，让敌方不敢轻举妄动，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对国防的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敌方胆敢以导弹攻击，我方不仅可以拦截导弹，甚至呢还可以对对方实施打击。其次，拥有这个杀手锏之后，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整体军事水平和国际声誉，拥有它可以减少军备竞赛，节约军事开支，同时还可以起到推销一国武器的作用，一举多得。对这件事情，德国媒体极少报道。记得当年报道美国反导试验时，这边的媒体呢是特别高调报道的。不过报不报道其实区别不大，重要的是中国拥有自己这个绝活，让敌方不敢乱来。他们的专业人士肯定在暗中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有了它，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台独离他们的目标又远了一步，独立建国更不现实了。好，今天第二条新闻是科技类的。今天多家西方的主流媒体报道了天问一号发回了首张中国自己拍摄的火星图片。这种照片从离火星大概是220万公里处拍摄。自从去年七月发射到现在为止已经半年了，天问一号一共在轨飞行了197天。目前天问一号离火星大约还有110万公里，离地球现在已经1.84亿公里了。预计再过几天便可进入火星轨道，预计在2月10日左右，但估计要5月份才能降落火星。我的估计啊，就是进入火星轨道后需要进行多次修正还有变轨才能降落。有意思的是，中国网友最喜欢问的问题是这样的，拍下的照片是黑白的，但是经过上色之后就变成了与实际更接近的火星红。西方主流媒体对天问一号发回的第一张中国人火星图一事呢进行了报道，甚至呢连三哥也对天问表示关注。在印度报道中，三哥专门提到了2011年时中国与俄罗斯合作的火星尝试失败了。但是呢一共只有2位印度的网友留言，第一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对中国的宇航项目进行积极的讨论，否则太空竞赛会迷失方向。他又说，所有国家必须团结起来进行太空探索，把太空作为共同的产权来利用。为什么我们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各个领域都远远落后于这个最大的独裁国家？我问了很多次，民主是失败的吗？德国民进周刊也做了简短的报道，中国空间探测器首次发送火星图像，中国的一个空间探测器计划在5月登陆火星，现在它已经向地球发送了第一张图像，后续将有更多的图像。正在前往火星的中国空间探测器向地球发送的第一张红色星球的图像，中国航天局周五发布的图像显示，一个气体状的结构有几个陨石坑。报道称，这幅黑白图像是距离火星220万公里的地方拍摄的。
中国曾在7月发射了自己的第一个火星任务天问一号，意思是向天空提问，用运载火箭将一个轨道器、一个着陆器和一个巡视器送入太空。这台重约200公斤的机器人计划于5月登陆火星，再花3个月时间检查火星的大气和土壤，为绘制火星表面地图做出贡献。到目前为止，只有美国成功在火星上部署探测器。7月30日，美国航天局 NASA 现在想再送一个这种特别大的飞行器上路。2011年，中国已经与俄罗斯一起尝试过一次向火星发射探测器，然而这次任务失败了，所以北京决定单干。接下来我们看看德国读者的看法。我想先打预防针，我觉得是我本人觉得哈，有的读者问的问题或者是观点很弱智。一个伟大的成就，祝贺有关工程技术人员，我非常期待看到如何继续探测火星。当然了，把地球上所有严重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就可以把注意力放在火星上。对那些没有远见的人，我又一次惊呆了。我今年第一次读到岩石行星是一种气体状结构，更何况类似于气体构造上的陨石坑可能会成为真正的科学轰动。他们还没有彩色照相机吗？我在问自己，如果不是机器，而是中国航天员直接走出太空舱，踏上火星，世界会有什么反应？用惊讶这个词来形容还远远不够。不仅是即将到来的世界霸权的第一个证据，也是一个世界军事霸权。在火星任务之前，他们已经是世界军事霸权了。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火星照片了，谁能告诉我，中国人还有其他人想在火星上干什么？那里没有可用的大气，没有足够的水，而且残酷的寒冷，因此那里没有食物，永远不会有生命必需的东西，那有什么用呢？好吧，首先出了地月，火星是下一个合乎逻辑的目标，至于是否会在某一天建立载人火星站，我们拭目以待。但目的是什么呢？ OK， 可以研究很多东西，但考虑到成本，做这种事也有意义啊。人类的开拓精神，早期的水手甚至不知道会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往往只有事后才知道这些项目有哪些用途。如果你会使用搜索引擎的话，你可以已经发现这种火星任务的目的是什么了。哎，总是这种十万个为什么的话题，我们为什么不待在山洞里？我们为什么不继续建造泥巴房屋？我们为什么要活过30岁？为什么要为养老做准备？为什么需要640比特以上的内存？为什么手机要拍照？为什么要接种疫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听说极地有很多水，如果所有的人类都像你这样，我们可能还生活在树上。祝贺，我很想知道他们在那里有什么长远计划。呵呵，复制火星呗。这位网友对报道中的这句话提出疑问。中国国家航天局周五发布的图像显示，一个类似气体状结构的东西，有几个陨石坑。报道称，这张黑白图片是距离火星220万公里的地方拍摄的。首先，我想知道什么是类气体结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新词。作者在这里是想用语言表达他对这种形象的视觉印象吗？其次，从图像显示的有几个陨石坑的气体结构这一事实来看，并不能说明该图像是根据从距离火星220万公里的地方拍摄的。这篇文章就像20秒内写好的，发表前没有经过编辑部的审核。这位网友对用运载火箭发射这句话提出批评，他说，是的，不用运载火箭发射，那还能用什么呢？我老公用望远镜就能拍这样的月亮的照片，这火星照片有什么特别吗？接下来几位网友给刚才这位女士上科普课，它不是月球，也不是40万公里外的地方。你老公肯定不会用他的森林和草原望远镜拍这样的火星照片，即使是哈勃太空望远镜也无法拍出如此细腻的照片。所以，请你再确认一下你老公告诉你的事情吧。我用相机和好镜头拍出了月亮的照片要好得多。用一个我负担得起的望远镜拍到的火星依然是一个模糊的红球，无法辨认细节。你可以问问你的老公。这位网友讽刺上面那个女士，她说，唯一特别的是你的视野。
好，各位网友，没有更多读者的留言了，请你们把你们的想法写下来。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半年前发射天问一号时候的画面。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3、2、1，点火，点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下达点火指令之后，火箭到起飞大概还有9秒的时间。嗯，这个时候点火，然后熊熊的火焰已经燃烧起来了。对，先看到的是心仪的氢氧发动机排出的氢气，1600毫秒。后面是再点燃那个氢氧发动机，最后点燃那个一氧煤油发动机。嗯，我们看到的这个胖五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它是属于2级半的火箭，和这个长三甲系列还程序转弯。两级半是什么概念？两级半，因为我们日飞的飞行时间大概只有阵地112跟踪正常。阳性信号正常，助推器关机，助推器分离，一二级分离。是的，火箭上面这个设计呢是4米5乘5米3，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范围。现在我们整个到的这个火的过程呢，还是它直接就进入轨道？是这样的，分离之后，探测器呢还要进行这个相关的动作核，因为它实际上速度已经达到第二宇宙速度。